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趁这个机会我回答一些昨天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如果你有写的话你就注意听。第一个问题，有人说鬼道的众生是吸味道的，这是真的。那36部鬼里面几乎有一半的鬼道是靠味道为食物，就像我刚刚说了，那些厕所的大小阴鬼它是以臭味做食物啊，然后各个轨道以不一样的因缘吧，所以你去拜祖先的时候，然后这些食物摆在地上，然后呢这些孤魂野鬼就吸到那个味道。但是最主要我们拜拜这个食物是以这个食物来供养佛，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再用这个食物来把这个味道布施给其他孤魂野鬼，也回向祖先。这个食物也可以给那些流浪狗啊，一些可怜的众生吃，也可以把这个功德来回向给
往生者啊。那如果他说他的中药奶粉已经过期，但没有发霉发臭，还可以拿来做烟供吗？当然可以啊。那因为人类有这个要求啊，但是只要他没有发臭，那都可以拿来布施啊。特别是牛奶，你把它泡好了，牛奶热热的啊。以前我们老和尚都要我们泡热热的，那闻到奶味，那个奶味呢就可以帮助很多小动物啊、小 baby 啊，他们很喜欢这个牛奶的味道。第二个问题，他说他住在顶楼，可不可以把经幡固定挂在窗户外面？新的竹竿当然可以，挂越多越好啦。可是那外面整栋都是晒衣服的，那怎么办啊？那当然你要放在那一边那一区块就属于比较干净的啊，这样就好了。那这有好处啊，他们挂衣服，我们挂经幡，人家不会骂你啊。然后只是你至少你挂的那个竹竿或者那个区块是比较干净的就可以了。他说他老人家独居，家里的佛桌在阿弥陀佛的纸的佛像下面放，一边是红色消灾，一边是众生。那家里人没吃素，请问家里不是寺庙可以吗？如法吗？慈悲不是出家在家寺庙家庭的问题啊。那我想就像我们把祖先的牌位永远供在家里，那这是一种孝顺，然后这本来就应该做了，而不是说哦祖先可能做鬼，那我们就不要摆在家里，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修慈悲心的人，那所有众生都是你的父母祖先了，所以各位呢，这个你不要有挂碍啊，动机决定一切了，动机决定一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佛像能够加持生病的人，能够加持往生的。阿弥陀佛也不会分说，哎，黄的放我这边，红的不要拿过来啊。那我想佛菩萨是没有分别的，只是我们在人世间好像习惯了，我阿弥陀佛是超度的，药师佛是消灾的，那是我们人世间的一个方便。那事实上佛是绝对平等，没有分别的。如果家里不适合写一切众生冤亲债主，那怎么办呢？没有不适合的，只要你有悲心跟用悲心做的各种的修行，对他们都有帮助。而且你写一张牌位也够让自己升起一个悲心，想要帮助他们啊。那怎么样送他们回法界呢？那基本上当然每天晚上，这不分家里有没有牌位啊，我是觉得各位每天晚上要睡觉啦，就念一下圆满奉送咒啊，这样就好了。那老实说，如果你真的身上有冤亲债主，你念一万遍圆满奉送咒他也不会走，因为你还没有还他债啊啊。所以所谓圆满奉送咒是属于啊那些啊不该有的啊附近的，但是你身上的冤亲债主你没办法念的，你只能超度他，还他债，超度他才有用。听人家说家里种茉莉花会招鬼，佛没有这样说啊。啊，茉莉花供在佛前，在缅甸佛教是可以把不好的感情净化掉了啊，所以就不会有这些桃花的意思，但是没有说会有鬼啊。有鬼的心才有鬼，最主要是你的心态吧。所以他说如果有这种事，鬼已经把花的精气吸走，可以供佛吗？没有，你只要你现在这个花一闻你就有这种香味，就拿来供佛了啊。那当然如果这个味道佛加持，这些鬼道众生愿意吸到这个花的味道而得离苦，那太好了啊。所以佛教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上供下施啊。然后呢，这个上供下施是一个你的动机，而不是说这个花到底有没有味道啊。他说
他帮师父救了一条龙，愿师父法体健康，法轮常转，随喜功德。再来，三昧水忏上中下卷，可不可以分三天念完？可以的。在台湾很多上班族了，他们没办法白天参加法会了，他们是晚上来啊，然后一天拜一卷，多舒服啊！这很慈悲的。他的母亲脚痛，能够坐着念吗？没有问题，用心就好。所以说你要跟他解释啦。如果他跪得很好，没有惭愧心，那也白痛了啊！他没办法跪，但是他内心有惭愧心呢，这样来念诵更重要。弟子看到法师你在吉隆坡有三昧水忏法会，很好，希望法师也在新加坡办一场，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三昧水忏很好，如果你从头拜到晚，隔天保证不能走路，很舒服的，很消业障的，跪到酸了、跪到痛了、但是以惭愧心要感受到痛，那才可以消业障啊！而且冤亲债主知道你替他这么痛，他甘心呐、对不对？他欢喜啊！那三昧水忏有一点故意哦，要让用这种身体的痛苦来消业障，也来忏悔，然后就得到慈悲心的加持。然后他说他的爱犬往生了，听法师说要帮他念七部地藏经，当天晚上就梦见他超开心的，不断的舔他的脸，是不是经典说的已经超度了？他很高兴了就对了啊，因为你帮他送了七部地藏经，你的狗唯一能够表达的就是舔舔你啊，也就是他很高兴了。如果你今天超度一个祖先或是一个人，结果梦到他脸不好看不会笑，代表他没超度了啊，甚至有些还会让你感受到身体的痛苦啊。之后还有陆续梦到他也没停止回向给他，是不是还做得不够？不是，就是他只让你梦一次，他哪里天天晚上来舔你呢？他在表达一次，然后最主要是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但是各位，你也不要执着你所做的功德，来回向所有狗类亡魂、所有众生啊。这个因为他你在诵经而回向给所有众生，那这个功德就大了啊。那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找一些你愿意，像你这只狗你这么爱它，所以你就很容易对他升起愿他离苦得乐的心。那佛教是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对所有众生有同样的这个心，但是你还没有达到空性的时候，你最好从你最爱的来感受这种离苦得乐的心，然后来回向给所有众生平等的对待啊。法师请问，什么叫专修，什么叫杂修？是否要专修阿弥陀佛圣号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我想你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愿意往生净土，这个就是专修了。至于你去放生，你去做烟供，你去做这各种功德，那是一种福德助缘，并不叫杂修啊。并不是说我专修阿弥陀佛，我什么都不要做，我就专心念阿弥陀佛，那这样呢就有一点执着了。我们所谓专是代表悲心呢、一心是专心悲心的意思，只是所有功德回向发愿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你今天来放生，昨天你去参加法会，最后我们都是回向极乐世界的啊，希望往生者希望自己都能够脱离痛苦，这不是杂修啊。那什么来法会功德，回向自杀死亡者郭廷南、乳癌病患者郭义芬、脚痛者庄秀智，同享功德。各位你想想看，一家人没几个就有很多痛苦啊啊，真是如此，不是光你家，每一家都一样啊。所以也不是我们出家人家里就不会生病，一样的。
只是重业轻报这样而已啦。所以本来要痛七天，可能痛一天啊。所以，但是至少痛苦永远都在，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积福报、消业障。但是超越痛苦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一颗调伏的心，然后进一步变成一种菩提心。那如果你有菩提心，当然菩提心一定包含无我的空性，你才能够圆满菩提心。那就算你在生病，你都不会觉得痛苦，那只是肉体会痛苦，心里没痛苦啊。凡是你有肉体在这个世间，那本来就会有这些痛苦。而且就算你在弘扬佛法，老实说你在弘扬佛法，很多人都会骂你啊，因为这个世间有现在有网络啊，像我天天都在被骂，对不对？这小子怎么不早一点死？我什么话都有，因为现在有网络，每一个宗教他可以表达他的思想啊。但是我觉得我都很尊重，至少他注意到我了。但是我不会，不能起心动念啊。各位，别人反对你的放生，反对你的修行方法，那是很正常的啊。我们希望哦，借着他注意到我，骂骂我，然后我来回向给他啊，这样就好了。你不能起心动念，因为这个好好坏坏都是如幻如化的，称赞你跟骂你，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对不对？那你起心动念了，那就离开佛性了。所以借由这个因缘跟他结缘，这样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起心动念。所以家里的人生病，你最爱的人生病，正常的，但是你要把捏下来，不要担心，化为悲心，你要转化它，化为悲心啊。就是说家里人生病了，你要很认真的为他念大悲咒地藏经，回向给众生，再回向给他啊，因为他的病让你更精进，因为自己的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来修行，大部分都有生过病啊，会有碰过苦难啊，我们才觉得哎呀跌倒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苦让我们觉醒了，原来我们过去的追求是错误的啊，我们现在要去追求正确的方法。再来回向陈红珠及所有乳癌患者，那我们必须重复一次，女孩子如果得乳癌，千万不能喝到牛奶或奶制品啊，然后最好去放几头母牛啊，乃至平常各位到河边买一桶牛奶来倒下去布施给龙神啊，布施，然后再来你要保持情绪，这个乳癌跟情绪也有关系。那情绪为因，然后呢，这个因为过去世的业等等，所以你会有这个病。那无论如何，忏悔业障，调整心态，这样啊。然后你这样一直努力，乳癌有没有好，还那另外一回事。因为这样你得到佛法，你还会感谢。哎呦，没有这个病，我就不会精进了。我还每天忙着化妆啊，赚钱啊，啊，所以台湾现在举办一个比赛。就是把乳癌患者找出来颁奖，为什么？他说他们只剩下一个乳而已，有些两个都没有了，但他们觉得没有关系，这样最快乐啊！他已经超越那个了，所以意思是说鼓励他们啊，不要因为这个而有什么自卑，没有自卑的啊！因为我想学佛嘛，就像我们出家人理光头，到底是有头发好还是没头发好？都好了。心比较重要了，你全部都理光了，还在那边生气有用吗？所以，今天你有头发，但是你不执着，那随缘也可以啊。事实上，没头发不方便，对不对？我每次去晒太阳，哎呦，头还脱皮了，拿雨伞又不好看，戴帽子又找不到一顶适合的。各位赶快发明我们出家的帽子啊，功德无量啊，所以。但是这个是修行的标志，那只能忍受了。但是不见得说有头发就是有修行，没头发就没修行，因为佛法是心态啊。再来，把手抄经烧掉撒到大海，可以利益海里面的众生吗？我想重点是你抄经的功德回向给他比较重要啊。然后当然一个传统的佛教经文不能烧，咒语可以烧啊。你把咒语，直接放到大海也可以了啊。那经文是代表思想，
所以我们经文不烧的，就算现在各位手上有没有一本地藏经啊，这一次印好的，特别印的比较袖珍，一本不到一块美金呢、啊。但是刚刚我看了很多男众，嘿，就放口袋，就是这个意思啦。那各位以后就拿出来念一念啊！我真想带各位念里面的一点重点，好不好？这个经典越念它越有加持啊！我希望各位以后你最好在后面贴一张纸啊，念一遍，给它画一个万字，画一，看能不能念完一万遍，好不好？哇，这念完一万遍。你碰到别人，别人都得到你的加持，你就从108遍开始，第一次的108遍，第二次的108遍，然后你这部经啊，越念越有力量，可以帮助别人，就像我们转经轮一样。请各位翻到238页，我们利用五六分钟念一下里面的精髓，有没有？我们现在把很多经，包括《无量寿经》《金刚经》《普门品》《药师经》，通印成随身小本啊。那这样呢，到处送给人家，那各位习惯就拿起来念一下。什么时候念？一有烦恼就念一下啊。发觉自己不够慈悲，念一下啊。今天你看电视啊，又有人自杀了，我帮他念一品也好啊。一个佛教徒啊，就怕漠不关心。就说针对别人世间的苦难，你为他念十声佛号，那你就在修慈悲心，而且对对方真的有帮助，你跟他结一个善缘。就像各位今天放生的鱼，你不能保证他永远活着不会被杀掉，但是你跟他结了一份善缘，我们修了一份的悲心啊，这个鱼永远永远接受你，永远接受你，所以他并不会因为你把他放了他被吃掉了而怪你啊，因为它是在自然的业报，而不是在一种不好的业报，被砍、被杀、被吃掉了，状况死亡的。所以238页第四行，我们三称大愿地藏王菩萨，然后把这个经髓念一遍，那希望大家都了解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啊。来，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因刚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少师父母恩爱，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恋真理不战胜。三七日中念菩萨当现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圣迹。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士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独玄妄多费失。斯人有业障惑故，于大圣经不能记，
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音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伤害至心思念大事明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变得立根耳因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观为无秤碎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病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光宣大事如是理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庙乐若能以此回法谢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所以释迦牟尼佛要观音菩萨对多推这一部地藏经让别人能够见闻读诵地藏经而得到礼拜地藏菩萨供养地藏王菩萨的功德乃至消除各种痛苦等等所以我们大家念108声地藏菩萨好不好那经典说了地藏经说如果你每天能够念1000遍哇念满三年这地藏菩萨要我们的修行每天1000遍念满三年你生生世世走到哪里护法神都保护你土地公都保护你而且你身上有地藏菩萨的功德啦当然很多人说很想知道他祖先到哪里去超度啊那里面说你念满10000声啊那这21天之内然后呢不要杀生呢 啊乃至你的手八关斋戒啊那最后你一定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念108声来地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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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地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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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每天花个5分钟不可思议那当然
除了念佛号，进一步了解地藏经而升起地藏王菩萨的悲愿，那个力量更大。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去供养地藏王菩萨，更重要用我们的身体去做地藏王菩萨在做的事情啊。然后我想慢慢的就进入了地藏经的实修啊，真正的修行。但是实修不是躲在房间里面，实修就像各位刚刚去放生，你要面对苦的众生，你要去帮助他了啊。所以你去诵地藏经，你可以在家里念完，然后跑去医院哦，透过食物啊、药啊、安慰啊，把你的功德给对方。那我们修所有的修行，就是为了布施啊，布施给这些病苦的人。所以你嘴巴已经念了一万声的地藏王菩萨，你跟这个老人家说，祝你身体健康，不得了啦，这里面就有一万个地藏菩萨的力量口业在这里面，跟那个心在里面啊。所以各位，你要经常念，就像你这部地藏经念念念念念到已经皮都快破了，你加个塑胶皮，谁头痛给他碰碰头就好了啊，因为你已经念了一千遍地藏经了，所以你就带在身上了啊。所以做得很小，带在身上，那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功德去回向给对方。就算一串念珠，你已经念了十年了，哇，那个念珠已经不可思议了。那这个念珠，那就加持加持人家生病的人啊，你拿我念珠去念一念，这样啊，念一念，啊，再拿回来，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那我们就一直累积这个功德。因为有些人，你跟他讲说我回向给你，他摸不到，那所以那干脆我这一本已经念一千遍了，来碰碰你，哎。他感觉到有感应，因为你有那个信心嘛，悲心，他会觉得说奇怪，他碰碰我，我绝对回去就舒服一点了，啊，而且冤亲债主也得到加持了。所以各位要用各种的方法啊，虽然佛法是心法，那这个心法讲的是动机，你用动机，利用念珠，利用食物，利用声音，利用地藏经，用各种方法去跟对方结缘。所以下回印多一点好不好啊？印多一点，就好新加坡人每人一本啊，下回要印成英文的，英文的让他更懂啊，然后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释迦牟尼佛要观音菩萨广为流通啊，让大家了解地藏神力不可思议啊。特别我们汉人啊，大部分的汉人的修行不离开地藏经啊，所以汉人的修行有一点，为什么？念一下，很有钱，很有福报啊！因为读一部地藏经回去就吃素了，对不对？就会布施了，特别是孝顺，孝顺是最大的功德，地藏经是孝顺的经典了。所以每次每一个中心办读地藏经人都很多啊，法师讲课没人啊，读地藏经有人啊，所以因为大家都觉得地藏经感应不可思议，修法不可思议。为什么要修法？像我们刚刚一千多人有没有在修法？所谓修法是不离开慈悲心菩提心就叫修法了啊！你一直念阿弥陀佛也是修法，你一直在做烟供也是修法。那藏人的上师的修法，他就是身口意保持在佛，佛的身，佛的口，佛的心，所以他们几千人一起修法，那个力量很大。可能修完法他就吃冰棒去了，但至少在修的时候很认真了啊。但是这个是在那个时候念经很认真，跪着念经也好，坐着念经也好，像我们南传佛教哇最伟大，每次跟他们念经我都喊苦，我发疯了，腿很酸了，跪着念经。藏人呢坐着念经，汉人呢站着念经啊，甚至用拜的，各有各的习惯了啊。但是至少那一刻很认真，所以我希望各位要学习这样认真修法。那现在我们还要做第二个功德，在做的时候我会边回答问题，好像问题越写越多了啊。我们现在要来共生好不好啊？因为我们要很感恩呢，让我们积福田供养供养啊，现场的特别今天地藏菩萨加持啊，你在供养的时候你要把每一个出家人都当作地藏菩萨好不好啊？你不要问我说师父他是吗，那你是没信心，他不是跟你没关系，你心里相信就好了。供养是这样的啊，真金不怕火炼，对不对？真布施不怕假和尚。除非哪一天你已经知道这个是，这个
这个出家人好像状态很多，那你已经生不起信心，那就不用供养了，因为你已经了解他了嘛，对不对？如果你能够跟他结个缘，那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发心呢。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就开始供养，不用红包没关系啦，你就放着就好啊。然后分三，那个要放两三个盒子，一个不够，大家就不用集齐啦。我们现在念供养偈，然后各位就开始作业啊。桌子上不用放，桌子上不用放，放这边就好。三藐三菩提，色拉切，共生，救牛啊。那你要想的，你要回向的对象，你为他们供养啊，为妈妈，为往生者。婆诃，所谓不是者，彼何其理？若为乐故事，何必得安乐？供养一切当愿众生所作戒报，安居诸佛法。我现在边回答各位写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完。他说他家里供养很多佛菩萨，中间是观音菩萨，左边是祖先。如果为往生者供养地藏王菩萨，如何如法？只供一尊而已嘛，都可以的，因为只是我们看你怎么摆，几尊佛菩萨都没关系啦。只是华人的习惯，一尊、三尊、五尊。但是如果你是六尊，那你就另外一尊摆在后面，也无所谓的啊。他说他的父母还在，他的弟弟已经往生，能不能为他皈依呢？是可以的，你自己在念皈依的时候观想，来，愿杨少洲所有众生皈佛、皈法、皈僧、皈佛境、皈法境、皈僧境。他的法号叫妙有，微妙的妙，有没有的有。子女出钱为在世的父母做功德，他得得到吗？100%。为往生者，你做的功德，他得到1/7；为现世者，他得到100%。所以各位能够，越快做功德越好了。初学佛已经一段日子，专心念佛，心中有佛就有一线希望去净土，所以拼命叫已经中风的妈妈念阿弥陀佛。怎么知道最近在他往生后助念，才知道原来妈妈生前没有发愿，往生以后生不了净土，也没关系，你现在就引导你的妈妈发愿就好了，继续努力，继续慈悲啊。床幡放在夫妻房间窗旁边可以吗？可以的。放在骨灰池塘可以吗？也可以，放上面一点。他说他们把这个动物念一念以后才杀掉，那吃素的可以吃吗？吃素的人就是不吃了，不吃肉了，因为你把它念念了杀掉，它也不会超度的，因为它这个动机没那么圆满。他说请出家人可以脱袈裟，然后穿在家人去做工，然后法会以后又穿回袈裟去参加接受大众的供养，这样做对吗？如果出家人他脱掉衣服赚钱，只是为了自己的有家人有太太，那这样不如法了。但是如果像在欧美地区，很多出家人他没有要还俗，但是没有人供养，他必须这么去做，但是他心里面
还是保持出家人的心态跟生活，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的环境嘛。啊，如果说这个出家人他有在家的生活，有太太啊，有做生意啊，那他就不是出家人啊。当然，如果你知道了，那你就不需要去供养，但是你不能公开的去讲他不对啊，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因果吧。他说，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都是过去我们给别人的伤害，就因缘果报，一定要忏悔。那么如果现在有人为了我而痛苦，是不是因为他也伤害了我？有可能吧。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替他忏悔，希望他不要痛苦，而且希望他了解佛法，了解痛苦的因啊，不然他就不断的轮回了。他说他对佛法有100%的信心，完全没有疑惑，也经常思维空性，但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已经够深入了解无我和万法皆空的含义，但是每次境界来的时候又升起贪嗔痴、分别心、欲望心，反反复复。那我想理论上研究上可能我们知道什么叫空性，但是各位要实修，那实修那就是你要串习，不但保持这样想，而且在面对境界的时候更要分析，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受苦，也没有人伤害我，那这个就是，所以故意去面对境界，你才能够实修。所以菩萨为了修空性跟大悲心，他必须故意去面对痛苦的众生，而且面对的时候经常受到很多痛苦，这个时候还要思维无我的空性，因为我有一个我在被伤害，有这个我执，所以借这个机会可以消我执，借这个机会修悲心。那如果你只光看书理论很容易啊，就像各位说来去帮助别人，应该你真的去晒太阳帮助你就帮不下去了，因为你觉得太苦了，所以那这样就不是实修，实修要有行为动作啊，只是用一个动机去圆满这些行为动作。好，大家再一次把功德回向，不过放生真实可以累积很大的福报，消业障，但是呢这个功德如何保留呢？那就是不要吃肉啊，虽然功德有了，结果你一吃肉啊，功德又流掉了啊，就没那么圆满。所以戒杀、吃素、放生连在一起，然后重点变成一种大悲心来帮助所有的物命，这样是最圆满的。所以既然我们对动物道都愿意救他的命，但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鬼道，甚至有很多物命我们救不到，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放大象，但是各位要多回向大象啊，活着安享天年，往生者得超度。那各位你在念的时候你要一直观想，哦，我现在为动物道在念，所以你现在的网络很方便，你可以把所有的动物的图都下载，然后就一直看，一直升起悲心啊。所以天道有28层天，他们各自的因果业报是什么，如果你了解的越深，那你升起的悲心越大，不是说为了自己升天而去研究的，而是了解升天有升天的福报，但是怎么度他们，就像各位度新加坡人怎么度，度美国人怎么度，度非洲人怎么度，那你要了解他，那了解而产生悲心，由悲心而开发智慧，那我想这是我们生生世世要精进的，然后这样才能够圆满。所以念一下，愿意持功德，地藏菩萨加持1亿倍功德，大众发菩提心，海边大放生，洒大悲咒水，念诵仪轨，甘露施食，慈悲烟供，做替身多玛功德，听闻佛法，读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平等心，供养僧伽，
布施泰国放生，救牛功德，个人身口意，说做一切功德，普皆随喜，愿意持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累劫父母祖先恩，上报所有众生恩，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下济恶鬼苦，下济动物苦，回向所有流产胎儿，回向所有往生牌位，回向所有长老法师，所有参加者、护持者、一切病苦者、业障者，回向所有消灾牌位，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各位也帮我回向，来回向德国境内外所有亡魂，二次大战死亡之各国军人，一切百姓，回向欧洲黑死病所有死亡者，回向所有被杀600多万犹太人亡魂，欧洲境内所有死亡众生，所有动物众生，所有人类友情，同享功德，回向新加坡境内外所有人们，所有动物，所有往生者，所有亡魂，同享功德，嗡阿吽。好，大家把咒旗拿出来挥一挥好不好，然后手上的都发光从你的心发光，你的声音也会发光，你的每一根头发都发光好不好，来回向，希望所有上师喇嘛都健康所有三宝弟子都圆满，附近的百姓都得到功德。大家念六字大明咒，然后你要观想哦，你家里的爸爸妈妈、小孩子上班的先生都得到了我们共同的功德，乃至他们身上的冤亲债主、父母祖先都同享功德。来，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对大海挥挥，大海众生、虚空众生，对面是马来西亚想到印尼你要边用慈悲心，边用嗡嘛呢呗咪吽，然后呢边把功德散发出去。像我各位，你现在都叫海涛法师了，海涛法师就搞这些的而已，转经幡、挂咒轮、喷甘露水、放生大家都做菩萨好不好。各位身上还放了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地藏经，观想他们都得到超度，现世者快乐自在，天人发菩提心，断除我慢，阿修罗道断除嗔恚嫉妒，也发菩提心，所有人类消除贪嗔痴，深信因果，发起大悲菩提心所有恶鬼道断除贪欲所造的恶业，也发起利他的菩提心，马上就升天了。地狱道、动物道消除他们的嗔恚愚痴，消除他们的各自的业障，发起他们的佛性菩提心，所以他们也脱离轮回。嗡嗡嘛呢呗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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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
贝美吽嘛呢贝美吽。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法师，怎么样确定往生者已经成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老实说啊，母子连心啊，你想到你爸爸，你觉得心情很好，哎，他可能升天了，啊，然后呢，你想到你爸爸，嗯，心里很清净，还有好像佛法的力量，他可能去极乐世界了。我想每个人事实上都有这个感应的，只要你心清净。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碰到善知识，啊，他们有静坐，或是在藏人他们会打卦，啊，甚至各位会去观音堂拔杯抽签，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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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用各种方法，佛菩萨慈悲的了。然后，但是基本上不是说你家人往生净土了你就放下了，只是希望我们对我们家人的这一份感恩跟悲心来对待所有众生，这个是《地藏经》要告诉我们的。地藏王菩萨是因为他的妈妈，他发起了这个悲愿，所以不但他妈妈超度，跟他妈妈一起在地狱的众生同时超度，那个力量很大的。所以《地藏经》是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平等的悲愿。当然，你可以按照《地藏经》念满一万遍地藏王菩萨的名号，跟种种的功德，你要相信佛法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因缘。这一点，那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好的努力的结果。但是也不要说要吃那个侥幸的，反正我去问，到处问，我也不修，我只是想问。很多人很喜欢问事的，但他不修行的，啊，哪里准哪里问啊，但是他没有真实的修行。那我想问东问西，它只是一个方便，重点是你有实修，你有真实的悲心，然后真实在改变自己，然后真实，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他看到你这么烦恼，你的个性他在了解，所以你个性不改，你一样天天在烦恼，他放不下你，他超度不了了。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为了要让你的父母放心放下，你自己要改变，你自己要健康，那父母就放下了，不执着了，然后你又帮他做功德，所以为了超度父母，可以帮助你修行，这是很重要的方法。然后希望大家保持这个慈悲心，好不好？保持这样，不用去烦恼事情，你只要有慈悲心的动机，事情就会变圆满，这就是佛法了。不用消除黑暗，太阳出来黑暗就不见了，所以你只要升起该有的利他的悲心菩提心，做该做的任何事情。修行不见得每天跑佛堂，工作就是修行，生活就是修行。每一件衣服在折的时候，你嗡扑隆说话，穿了发财，穿了健康，啊！你在煮开水的时候，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然能够看多一点经典，你更了解。你把《阿弥陀经》看完了，把《净土五经》看完了，哇，怎么念佛你知道了，那当然更好啊！你把六字大明咒的意思都搞懂了，那你去念哦六字大明咒，那力量就很大了。所以我想重点，能把这个心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不分在家出家，永远都快乐。就像各位从早上到现在快不快乐，那就永远这样吧。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外表，没有漂亮，你又回头了，哎呦，我怎么又老了一个排名啊？哦，我的钱呢？啊，你的痛苦又来了啊！刚刚有没有生病都忘了，都忘了，并不是没有病，病还在，那是因为你的心超越你的身体了啊！而且因为这样就不可思议了，不然你又把老的问题又带到现在来，那就麻烦了。所以像我是每天跑每个地方的人，对我来讲，昨天的事情我都放掉了，明天要被斩头那是明天的事了，现在我努力就好了，我不能把明天的压力放在我现在这边来，所以那这样我才可以尽力。好，大家自由下课。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陆俊义医师。COVID-19 病毒的传染力真强，注意防射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提醒你，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防射。注好了后，请留在现场休困，观察十五分钟。若是你捌因为注意防射，也是治疗性的注射，发生过急性的过敏反应，就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注射了脑一直发烧超过48点钟，也是明显的过敏反应，也是讲伫咧注射了后28天之内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痛、喘气困难、脚腿肿痛、皮肤出现血点，请你也随去看医生，嘛甲医生讲有注过 COVID-19 的预防射，注过预防射了后，嘛要继续正确的洗手、挂嘴安、避免群聚，确实做好防疫的措施，互咱大家同齐拍拼，守护你我的健康。据说在明朝的安徽迎庆寺，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时，常住会派给每位僧人一个月饼。然而有个小沙弥肚子饿了，准备拿起月饼充饥，不知从哪跑来一只很饿的小狗，不停吠叫，摇尾巴，绕着它转并乞食。小沙弥屡挥不去，便踢了一脚，小狗因此哀嚎逃开。小沙弥顿时后悔，我饿了才要吃月饼，他不是也饿了才跟我讨东西吃，为什么我要踢他一脚呢？于是就把狗找回来，剥半块月饼分他充饥。自此时光顺逝，小沙弥在69岁时已是位老师傅，掌管大殿香灯师之职，而当年的那只小狗也转世为人做县长。有天，县长前来烧香，众师将寺内外打扫干净，并于山门外欢迎县长。见大众师父对他毕恭毕敬，县长欢喜不已。谁知入殿后，发现殿中香灯师没迎接他，一怒之下，命侍从打他30大板。回县府后，县长心想，道士拜佛本为职府，应对三宝恭敬，没迎接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打30大板呢？职福不成，反罪过弥天啊。为补偿这个过失，便建造一所小寺院来供养香灯师。香灯师闻后心想，这寺里已经被打30板了，过去修行可能被打到连命都没了呢。于是怕得不敢接受。此时住持和尚是位具有慧眼的正果圣人，告诉他，县长的前世正是那只小狗，并将前因后果一一告知，香灯师才肯接受县长的供养。最终于3年后72岁时圆寂。因此那时的丛林道场流传了2句名言，一脚30板，半饼共3年。由此可知，因果报应是千古不变的定律，若明了因果，自会谨慎三业，进而断恶修善，即是学佛的第一步。